今天酿一罐酒，酿一罐酒，这是大麦芽哈。今天酿一罐大麦，纯大麦的啤酒。然后这是干的，干了之后，然后我稍微润湿它一下。加水之后呢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，很少，没多少哈，这小型设备上使的。焯的话，从底下往上焯。润湿呢，主要是为了让它皮儿，然后破碎的时候颗粒更大一些哈。